大家好，我是农民小石哈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山东省最大的果树苗木盆景花卉交易市场哈，咱们去看一下。两边全是那个卖果树的商户哈，都是自家在地里种的树苗，拿到市场上来交易哈。两边全是，这还有无花果哈，这无花果怎么卖的？1.6块，今年的苗啊？今年的苗啊？这什么品种的是啊？花旗红啊。嗯，这边这个是苹果树哈，人家看一下苹果树，这个苹果是今年的苗啊？哪年的苗哈？嘉年华的呗。这个苹果苗多少钱一块？1.5块。这边这个是梨树哈，这个梨是今年的苗啊？也是冷年苗，什么品种啊？黄金哈，黄金梨是，也是两年的苗哈，也是嘉年华的哈。这是龙须草说的是，这龙须草怎么卖的？多少钱一块？大的7块，这种的7块，这种小一点的4块。今年的苗是？两年苗哈。我都是4块钱。你怎么卖那么老板的是？啊，木槿花是，这儿的，梨子，今年的苗是，玫瑰黑梨，明年能结果。这是那个嘉年华的哈，嘉年华，多少钱一块？1.5块哈。咱们再看一下这一边。这个是核桃，这个哈，今年的苗是啊，哪年的核桃苗？在哪头秀？这青花绿刚刚的，多少钱拿的？31块呗。这边是什么？苹，这边苹果树啊，苹树啊，这是苹树的三年的苗吧？这多少钱一块？苹树？50一块哈。我们再往下看一下，还有16，这不是16岁吗？这什么品种的？牧羊红啊，浅色的。这树子苗啊，老板都摆台都写了电话号码啊。这个市场的果树苗木还是很齐全的哈，你看咱们商户都是自家习的树苗拿到市场来交易哈，如果你有什么所习的树苗，可以在这个市场几乎都一有尽有哈。这金花是啥？金花怎么卖的？1.1块。这个金花哈，咱们平县是金花种植大小哈。这一棵是桃树哈。全是嫁接完了哈，看这家嫁接口。总体来说啊，这个市场上的果树品种啊很齐全，什么规格的都有哈，像那个桃树啊、李树啊、杏子树啊、葡萄啊、山楂啊什么的品种哈齐全哈。价格上也没有上那个某网上、某田上说的那样价格这么贵哈。这期视频就拍到这了哈，有喜欢于梦小石视频的可以多多转发或关注。